些什么呢？末日前一天，你说世界末日吗？像是我男朋友劈腿跟别人上床那种啊。你要不要直接走下去？对啊，好像人消失会比较好。你直接消失，你直接消失掉。对啊，直接消失。好，你再走到一块一点。好。OK。然后再一个。好，三二一 roll。末日前一天，你会选择做些什么事呢？末日前一天，可以卡一下哦，等一下。怎么了？好，再一次。好。OK 了吗？好，准备好，三二一 ，roll。如果今天是末日的前一天，你会选择做些什么呢？末日前一天，你说世界末日吗？像是我男朋友劈腿跟别人上床那种吗？好，可以啊，可以。他直接不见。OK。好香哦！他这样子中间那一段应该会就是剪掉，他就直接从他开始粉底那一段，这样大概是多久？中间都会。我觉得可以，因为你把手机丢在那，哎，对，你把手机丢在那，手机不用了，手机不用了，可以，不要带吉他了。